到一个常常到的那个琳琅满目，琳琅满目。这个是正面。好，这里有很多那个日韩的那个外国食物。好，我偶尔会来这边，我买一些那个零嘴。好，这些都是大家蛮常那个蛮常吃到的哈，一些那个什锦那个豆子。这些好像是一些那个做好的那个焦糖那个脆皮，大家可以买来吃吃看。然后这些是就是一些果冻。这种的，有这种非常非常，哦，就是好像是日本第一品牌的那个果冻，就是有很多的那个糖果，日韩的糖果。哦，小朋友看了一定很开心哈。的一些那个小馒头，哦，还有，还有一些那个花生糖，特别的花生糖，哦，还有那个豆沙饼，哈，也有那个东洋风味的哦。哦，橄榄，哦，这种糖果就是那个。盐好，哦，吃起来吗？好，哦，不错，加一些盐，味道不会死甜。好，一些软糖，好，棒棒糖哦。好，哇，最喜欢这个榴莲糖，最喜欢榴莲的味道了。好，再来一些哦，北海道的牛奶软糖，好，哦，特浓，还有羊乳片，然后太乙糖，哦，看起来很漂亮哦。哦，这条小小颗的那个综合水果软糖，哦，咖啡糖，还有一些桂圆，好，这很有喜气的一些软糖，巧克力，哦，太棒了。家人最喜欢吃的羊羹，哦，就是这个。还有家人最喜欢吃的牛轧糖，好，蓝藻核桃糕，还有哎，听说北海道红豆最终，哦，待会会荷包大失血了。这个是现在台湾最夯的凤梨，好，做成凤梨果干，哦，这样就不怕那个凤梨削不完咯。还有柠檬有橙的果干，然后以下都是一些那个一些软糖，好，琳琅满目，哎呦，里面不知道是长怎样。好，这是一包的那个拿铁三合一，好，还有这个是胶囊奶油，哦，这个是坚果。进口的天然橄榄香皂，这个在那个台湾市场，哦，是我们的市场常看到的，这是蒸马酪，还有这个是一个那个，还有这个是冬瓜糖，好，哦，是那个洋芋片，哦，好，还有这个是。厚片的洋芋片，片很丰富哦，有那个粉宝丝，还有什么？还有一些虾饺，还有一些油豆腐、炒虾，还有蟹肉棒，哇，还有澎湖海产海鲜哦，看起来棒的样子。老板，还有那个一些金鱼，
然后还有一些 做好的那个披萨，还有一些纳豆、葱油、葱抓饼哦，还有这个是干贝，还有这个是鲍鱼，还有这些蟹辣膏，蟹膏辣味的，还有章鱼酱，还有奶黄包，这是那个应该是乌鱼软是吧，起司猪肉片，味道不知道怎么样，在台湾产的，还有金门的酸白菜，这一些是那个生的和仁，还有腰果，还有杏仁果，哦，这还有凤梨干，哦吼，凤梨干，还有我最喜欢的芒果干，哦，这还有无花果干，还有一些梅子，然后雪花脆梅、紫苏梅，还有一些橄榄。刚刚我们这家的老板就介绍我们这个坚果是这家老板他亲自烘焙煎制的所以是这家那个外国食品的那个特色自制养生的坚果太好了，以后就不用自己烘焙了就可以直接来这里买咯。还有蜜汁的腰果，也有原味的也有那个没有调味过的，还有五香的，还有综合的太好了，紫的那个中东椰枣那这个是有加一些那个加一些东西的那个核桃酥、花生酥、红枣核桃，哇，这个是苹果枣看起来很壮观的样子，还有那个四季豆干还有芋头的还有秀珍菇，是台湾的橘子干，哇，还有杨桃干，还有综合蔬菜菠萝蜜，是一些那个有胶原蛋白的顶级果仁，好，待会买来吃吃看。哇，你这边的那个好多泡面，是哪一个销的最好？没有特别注意哈，这是这韩国的，韩国现在日本泡面少很多为什么？进不来是因为什么关系？那个可能疫情的关系。好，所以你这现在是韩国的那个泡面比较多，韩国泡面最近也很强哈。这好多泡面都没吃过有机会今天挑几碗回去吃吃看。这种活动你有看过吗？好，我等一下过去哈。好，现在是那个介绍这目前是最夯的果冻。好，然后一定要买一包回去试试看。好，这些都是三合一的。采摘的那个海藻原料的去做的商品。这罐超贵的。它是可以全身沐浴从头到尾，它是。那种小宝宝或是有过敏体质的都可以用的是比较是纯天然，比较没有加。对，它因为它我们一般海藻它会有东西都有第一采、第二采什么之类，就像那个橄榄油有什么初榨的什么之类的，它这一系列的东西都是第一采的那个原料。就像人家那个这还有很多面条。面条，还有不一样的面条。
一些那个海藻的洗冲洗发精，好到海苔寿司的海苔，还有荞麦面，好一些手卷的，还有香松，然后这个是老板很干净，跟人家进步一样的优质的一些产品哦。好，这是我最爱吃的罐头，鲔鱼罐头，牛奶口味的那个罐头饼干，好可爱哦。好，这是辣味的点心，个 cheese 的，可是 cheese 卖完了。好，所以这个不是卖的，这个不是大福哦，这是大福口味的米果，对不对？哎，起司米哦，它是入口即化的米果，入口即化的米果哈、哦。然后这个是黄豆粉口味的哦，哦，都那个雪花饼呢，哦，真的是很棒。然后这个是那个花生酱的。这是夹心饼，蛋黄酥饼，哦，不知道上百多种。什么叫米哦？龟田这个这种米果也是好小颗，四种米果，那也是米果的一种。哦，它是哦是米果的一种，它的形状比较不一样，对不对？对。好，这也是很多很多不一样的米果。拍近一点，拍近一点给大家看。好，起司卷。好，再照着一下。这样远远还好啦，哦，远远还好。哇，这在一间店就有好几百种的外国食品，然后主要是日韩的。好，买这个马油哈，在观光地区卖的很贵，好，现在只要150块，太好了。卖那个辣味的。就是港式的那个辣肠，上次我们要做那个港式那个萝卜糕，哦，都在这边可以买到那个大包的那个鲍鱼米花。好，捕烧沙丁鱼，还有一些秋刀鱼罐头。好，鲑鱼罐头，推荐乌龟饼。好。好，今天特别便宜哦，货盘价39块。蟹爪米果，哎，哦，可是399，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有蟹。好，忍痛给他买了。啊、哦，为了帮大家开箱，平衡一下，好买一包，应该是不错。好，这个还很亲民，价钱。是洗脸的用的，下次来买买看。这些都是一些那个洗颜的，还有那个长炭的香皂。然后这是应该是也是进口的，无糖的，无糖的，台湾来的，哦，它是我们台湾的，可是还蛮特别。好，等下买一包回去。买包回去，跟这个不一样。好，太好，这终于买到那个我们有无砂糖的，没有糖添加的芒果，看这是我的最爱。好，一起商品，哇，太好了，这芝麻酱的拌面太好了，终于捞到宝了。哦，好，太好了，哎，商品，哇，太好了，日本的芝麻酱拌面超好用，捞到宝了。哦，刚刚买到。超放到那个冰箱后边冰棒，好，回去玩玩看。两包100块的，好，买一下那个，也买一包好了。哦，禁不住买了那么多。好，我们等一下请我们的可爱的，好，来帮我们那个看一下这今天总共花了多少钱。鱼姐在帮我们。结账哦，好，这么多的，今天买这么多，到底是多少钱呢？好，待会就揭晓了。